春嘉年华音乐特别企划上线，周深一首《浮光》，歌声悦耳动听，唱得极致的美，超级美轮美奂。周深作为一位备受认可的实力歌手，他的高亢激昂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激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再次听到周深的《浮光》，第二次现场简直是无法形容的完美演绎。人生不过恍惚三万天，珍惜身边每个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。深深的凝望你的眼，不需要更多的语言，静静地握住你的手。新年快乐！我来了，过年了，拜年了，拜年了，新年快乐！是总台春晚后，新年初一各台春晚也陆续放出，没想到到了2月11日大年初二，周深依然活跃在各个大佬级的主流媒体上。比如人民日报官微在11日带话题周深动情演绎浮光发文，周深深情演绎歌曲浮光，拂去时光的尘埃，唱出豁达与开阔，一起感受这动人心弦的绝美意境。这是周深《浮光》的第二个现场，当然湖南卫视各个官微和短视频平台也进行了宣推，因为直播在晚上比较晚的时间，可以预见今天会有很多主流媒体继续宣推。同一日，中国青年报官微复制了人民日报10日的一篇微博，说伴随周深的歌声，八段锦登上龙年春晚舞台，并发了八段锦的详细完整版视频教学。而新华社官微在11日带话题以《渺小爱你》，歌声温柔给人力量，转发宣推了周深在东方卫视春晚的舞台，说周深演唱《我以渺小爱你》，歌声温暖又给人力量，纵然渺小但心中有爱，每个人的点点星光也将汇聚万丈光芒。同时这也是渺小的第一个现场。同时新华网在11日也带话题当周深和小天使们一起唱《让世界充满爱》，宣发了周深北京卫视春晚的舞台，说周深好温暖好有爱。这里仅统计了除央视各官微之外的部分大佬级媒体。11日的官微之所以排除央视各官微，是因为他们发的周深相关实在太多了。北京台春晚现场最新路透来了，周深和小天使的互动也太可爱了吧，宝藏男孩耐心给小天使们提示镜头位置，小朋友们快来哦，救命，他怎么台下比台上还温柔礼貌呢？这个橘子看起来这么眼熟呢，北京台春晚现场好像出现过哦。天使童声合唱团温馨提示两个最萌观众，团灾请勿食用哦。周深用歌声唤起我们内心深处情感的存在，无论是通过音乐还是发文字，他们都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感受，一种安慰和力量。周深不仅是一位实力派歌手，更是一个在娱乐圈中保持纯真本色的音乐人。他的音乐不仅仅是听觉的享受，更是一场心灵的盛宴。他的成功并非偶然，而是在坚持努力和对音乐的真爱中逐渐积累的。期待未来周深将会在音乐的征途上取得更多的辉煌，为我们呈现更多精彩的音乐之旅。谢谢你们对我来年的期待，真的是瞎期待。这是几？
一开始怎么跟我学的动作不太一样呢？你来你自己那套吧，没事。好，你教我们吧。我们就不按照他。好，那第一个动作是这样，上下上托下按。难为你了。然后气沉丹田。气沉丹田。然后手在面前再交叉，哇，这抖的，发功就是这样，要不要点出来？那我的气功是用劲儿了，对，然后最后再使力了。哎，是你这个招式是融合了，摇头摆尾，是谁教你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他把好几个式给融合到一起了。对，我肯定没有办法打一段。正常他是从头到尾，是正儿八经的八段锦的老师教。八段锦老师，他不是练了多久？我练那春晚的节目都会准备的比较久一点，来了下来有差不多一个月。好，反正那一段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录屏了，回去就可以学。我想看你学摇头摆尾那动作。来，摇头摆尾应该不错。然后你要360度，然后再这样下来。感觉你在跳舞，后面你到对，你要后面，你看，要这样，然后最后再这样，哦，再呼吸，摇头摆尾去心火，是不是？光心火了，我第一次练的时候骨头在碎了都快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八段锦特别神奇的就是你练完了之后，你感觉浑身发热，对，会发热，血液全是流动特别上。我会练，就是一开始你知道吗？我本来八段锦，我本来觉得，因为它现在特别流行，非常火，很多年轻人现在特别。就要了，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。小小的码头，还有他的温柔，给我。错。